你保证？我以救国会的名义向你保证。所以，还想请你在冯子兄家待尽可能长的时间，搜索一切蛛丝马迹，寻找每个角落，发现合理和一切不合理的，把他们的谈话，甚至每一个表情，你都要记下来，回来汇报给我。 我就帮你们这一次，就一次。好，就一次。 注意安全啊！ 这是根据胭脂的笔录逆的一份名单，他下船以后接触的所有人都在里头。你一一调查核实，先从他的父母查起。明白。宋冕知道，一旦踏入间谍的世界，没有人能够走出来，从来也没有过。 太漂亮了！仿宋体写标准了，很难分辨出是谁的笔迹。哎，你来试试。嗯，还不错。要坚持那个。喂。 哦，他在，你稍等啊，警备司令部的。哦，冯子雄。嗯，嗯，什么？紧急会议。好，我马上到。不能放在这里，拿出来。你也太小心了吧！小心称得万年船。 来就来呗，还带什么礼物，真是不适应。哎，在家里闷得慌，出来溜达溜达，在你家旁边买了一盒胭脂粉，顺便给你带了个口红。喜欢吗？我照照。哎呀，还是双面牌，你就不想换个牌子啊？英国的夏士莲也不错。你会再试吧？曼娜，嗯，你还记得我上次那盒胭脂粉吗？ 好像丢在你们家了，不会吧？在我们家怎么会丢东西呢？我也奇怪呀，本来我这包里只有你特务那盒胭脂粉，它的颜色比我的深，我的就再也找不到了。胭脂小姐，我见过您的胭脂盒，在哪儿呀，柳妈？我是在老爷书房的废纸篓里。柳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？那天我收拾房间，在老爷……你多嘴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 下去。是太太。妈，胭脂不过是问问他的东西，你干嘛那么凶啊？你是不知道，这几天外头乱，要打仗，家里头也乱。打理院子的花匠把家里值点钱的小东西都偷出去卖了，我也是才发现的。胭脂，我觉得你那东西。
很有可能就是被他们偷走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就随便问问，没事儿了。好了，你跟我去露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啊，你有事儿？ 说，说什么呀？你有心上人了？哼，我倒是想有心上人啊，可是人在哪儿呢？宋冕呀，切，他头大个子矮，看不上。 我去看看。哎呀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在南京还没看够吗？我爸说，就这一两天，日本鬼子的炸弹就会落在我们头上。不过，我爸不让我告诉任何人。最近你也别到处乱跑了，别随便出门。我爸说，过几天我们就知道，什么叫横尸遍野，血流成河了。 我的天呀！尤妈，给我倒点水吧。哎呀，楼上不就有吗？胭脂小姐，喝完了吗？啊，没事，我忙完了给你送过去啊。啊，那个冯伯母呢？哦，冯太太呀，她去银行了。哦，尤妈，你跟我说实话。 太太回来了，啊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今天银行人少，小姐呢？哦，小姐在露台看书呢。你要先擦把脸吗？啊，不用了，我还有事呢。你先去忙吧。哎，怎么锁上了？
这两个字跟情报上的很像，马上送技术科鉴定。是。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站长，你看，我们的结论是这两个石斑不是同一人所写。 碎纸片上的仿宋字体比较幼稚，像是一个初学者，而这两个字“火急”，字迹老练，笔画流畅工整，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与情报上的字迹是同一人所写。说吧。 你这火急挂哪个？ 不要把自己习惯特征留给别人，别再犯以前的错误。班长，咱们要不要先动一动疯子球？他是后勤处的处长，又掌管着部队的命脉，大敌当前，没有真凭实据，怎么能动摇军心呢？那就先上技术，监视。他住的房子隶属后勤部。 能出入的人都是他自己的亲信，外出还有警卫跟随。要上技术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资料叫外围先设个点啊！答非所问。您容我再想想。办法只有一个。蓝胭脂。站长。 咱们可答应过他，就帮这一次忙。幼稚。怎么样了？结果出来了。你这回带回的字迹跟上次情报的笔记出自同一个人，啊，所以恐怕还得麻烦你。还不行。 我说过，我只帮你们一次。可这证据现在已经摆在眼前，我不管。以后他们家的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哎，这，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再次回到冯家。快去！ 不是要谢我吗？说点我爱听的。我是个军人，不会说别人爱听的。我只能说说我自己。我是名特工，建立我们组织的老前辈。他说，特工是得坚强的战士。他教导我们，特种工作就是。 他人所不能为之，我能为；他人所不需要为之，我需为。他人所……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再不讲点我爱听的，我可真走了。我想恳求你帮帮我们。帮过了。可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们。 我不会再用自己的友情和朋友的信任去换取情报。想知道自己去查，不然我真瞧不起我自己了。可现在大敌当前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能力去做一个中国人的责任。你能不能说一点新鲜的呀？我们的时间都很宝贵，这样，我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说服我，要么。
要么你就爱上我。这不可能。我也有心上人了。哎，林天木，你们认识？我们原先是同学，不同班，后来他回上海了。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带我去见见他。结账。给多了。哎，老板，快这边。哎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买点东西。先生，又来买糖？哎，老规矩。哎，好，来，给我俩，我帮你包。好的，快点装啊！先生，五块钱。给。哎，好嘞。先生，再来，慢走。你给他买那么多糖，是想把他喂成胖子吗？今天先唱到这儿，晚饭后我们练和声，好不好？好，去吧，去吧。送出送出。胭脂。哎，别吵别吵。好久不见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嗯，他带我来的。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这个说来话长。哎，那既然来了，今天别走了，跟我们一起吃晚饭。好啊。我蒸的馒头怎么样？开饭啦！开饭啦！开饭了！哎呀，来来来，把你们的盆都拿过来。好，别抢，坐好坐好，来。来来来，都坐好啊。来，你的。这是你的。来，放下食物，我们先祷告。万能的主啊，万能的主，感恩你赐予我们食物，感恩你赐予我们食物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可以吃饭了。你呀，就是太软弱，所以你需要上帝。可你现在有我了。上帝和宋冕，我都需要。吃饭。他们什么时候回家呀？他们都没有家了。他们大部分是从东北来的，还有那几个是从北平来的。出来的时候是一家人，可是到这儿就剩一个人了。你们俩别闹，快点吃饭。约瑟神父把他们收留在这儿，可是眼看这仗就要打到上海了，不知道这地儿还能待多久。放心吧，
这场战争我们会赢。小红，我去，我去。爸说，就这一两天，日本鬼子的炸弹就会落在我们头上。我爸说，过几天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横尸遍野、血流成河了。铁木，这太危险了，你回去照顾孩子，我去找胭脂，快！你小心点儿。胭脂，胭脂，胭脂，胭脂！进来吧。我是来给你道歉的。这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虽然我一直不同意把无辜的人卷进来，可有时候也是迫于事实。你说的没错，如果女人都上了战场，还要男人干什么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再来打扰你。哎，我答应你们，但是前提是你们得答应我的条件。没问题，我答应你。你们可别骗我啊！只要冯曼娜没有参与到间谍活动中，没有为间谍机构有过实质性的工作，没有和间谍人员有过实质性的业务接触，我保证她没有问题。嗯，那好吧。我代表政府，代表国家，感谢你。白天的大轰炸死伤了700多人，实在是太惨了。皇军武器精良，空军占绝对优势，这仗要是速战速决，伤亡就会少一些。淞沪交战既然中国必败，那就让我们和日本人合作，使上海免遭战火蹂躏，这也算是积了一件功德。
今后要千万小心，不能露出一点点蛛丝马迹。青木交代，影子以后和我单线联系。影子在南京就属于独立潜伏，以前的特殊联络渠道，也都是只见他的情报，不见他的人。连青木都和他没见过面，知道他真实历史和底细的，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了。 现在，恐怕连我也认不出他来。是啊，你看曼娜，才5岁，一晃都15、16年了。我想利用南京到上海的邮政线路和他联络。可是不可能不对邮件进行检查。他在军事委员会里工作，但他的邮件不会从军事委员会里发出的，而且。 收件人也不会是我。那寄给谁啊？曼娜。曼娜。影子和咱们曼娜是有婚约的，咱们不能食言。可是曼娜这孩子，他会答应吗？答不答应先不要紧，关键是让他们接触接触，通通信，先熟悉熟悉。哦。 你是想让影子把情报藏在寄给曼娜的信里，再传给我？他们就算是检查邮件，两个年轻人谈情说爱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怎么样啊？都知根知底的。 错不了，可是妈，我总不能嫁给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吧？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，安娜。我和你妈妈的意思是，你们先通通信，相互了解一下。如果合适就谈下去；如果觉得不合适，也不勉强，好不好？好吧。不过有一句话，爸爸要说在前面。 他在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里做机密工作，对外不能透露他的任何情况，包括他的名字都是假的，所以你和他通信的时候不能追问。那我怎么称呼他？他在家排行老三，你就管他叫三哥。哦。这是他的通信地址，你按照这个写，他就可以收到了。
请放心，我一定把信件取回来。好，再见。 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行，那您慢走。哎，好，谢谢李先生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行，那您慢走。哎，好，哎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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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走啊。上回投寄的。 我来替王二公办拿相片，他叫陈曦。哟，您可算来取了，我差点当废片给处理了。哎，您快请进。看，李记生煎，仗再打下去，怕就吃不到了。 信里有什么？收信人是冯子雄的女儿冯曼娜。信的内容也很平常。冯子雄介绍影子和他的女儿来往。哦，对了，冯曼娜在信中称呼影子叫三哥，我想可能是排行或者是小名吧。他们原先认识吗？冯曼娜在信中说，她的父亲告诉她，在她四五岁的时候曾经见过影子，但是现在已经忘记了。他还提到。 冯子雄也有15、6年没见过影子了，没别的。我冲印出来，你看，啊。我认为真正的秘密应该在那两张航空邮票里，但是我仔细看过了，密写手段非常高明，如果显影出来的话，肯定会留下痕迹，所以。 你分别把这三个窃听器放进冯家的客厅、卧室、
还有书房电话里。冯子兄家北门外有个过街水果店，是我们社的经营站。你从二楼窗户就能看见。如果你看到水果店挂出绿纸，表示有新情况，立刻联系；挂出黄纸，你马上撤离；挂出红纸，表示暂停一切联系。你要停止一切活动，等待新的指示。如果挂出今日盘点的牌子， 保护好自己。谢谢小姐。小姐，您要点什么？老板，有荔枝吗？哎呦，现在没有。您要是喜欢啊，我们可以进。好，那等你进了再来。好，慢走。西瓜，刚摘的西瓜。 伯母好，哎，胭脂啊，外头这么乱，你还瞎跑什么呀？伯母，我找曼娜。哎呀，曼娜还没起呢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伯母，我昨天跟曼娜说好了，她还等我呢。哎，曼娜，曼娜，你上来吧。伯母，我先上去了。 起得太晚了，外边阳光这么好，你也不开窗户透透气。我昨天啊，碰见鬼子大轰炸，当时可真把我给吓坏了。一个女人拎着菜篮子，就在我跟前，浑身生被炸成两截，下半身都没有了，上半身还在爬呢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听听都害怕。我记得你之前提醒过我，说这一两天会开战。 你爸说的怎么那么准呢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我爸爸是军人嘛，军人怎么能不知道打仗的事儿呢？嗯，也对。你想喝什么？我让柳妈拿上。不用，我自己去拿。你要喝什么呀？柠檬红茶。 干扰太大，什么也听不见。干扰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目标进入冯家之后，信号就接收不到了。哦，对了，冯子兄家的别墅好像是他自己修建的，他肯定在建材里已经做了反监听的措施，布置了铜网。
有新鲜荔枝，我去买。No， 让勤务员去买就可以了吗？嗯，他们不会像我这样去买。老板，这么快就进货了，你们倒是蛮讲信用的嘛。那当然，专门给您进的，您尝一颗。这么少啊？后面库房里还有，进去挑。坐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方子兄在家里安装了反监听设备，我们无法接收信号。接下来只能靠你了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吃的呀？那我应该怎么做？总不能每次一有情况我就过来买水果吧？用迷信，把柠檬带回去。柠檬汁可以代替蜜泻药水。做个示范。写我爱蓝胭脂，写呀，不写我学不会。哎，你听不懂我说话呀？我爱蓝胭脂。你还差两个字呢。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不是跟你开玩笑。你不写我爱蓝胭脂，我不干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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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今儿试试你对天幕是不是真心的。不过你要是真敢写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信件，给我吧。谢谢啊。您走了。冯曼娜，南京来的信，还是航空邮件啊？是谁给你写的？你快给我！你得告诉我谁给你写的。你不认识？我不认识。这么娇羞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你谈恋爱都不告诉我，冯曼娜，太不讲义气了。我爸妈给我介绍的，我还没见过人家呢。你爸妈介绍？那你还是谈了男朋友啊？你那位是干什么的？跟我爸一样，是军人。那是营长还是团长啊？他是南京军事委员会里的参谋。哟，冯曼娜，你厉害呀！给我看看参谋都怎么写信。哎呀，我给你看过情书呢。你弄痒痒我了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等有半撇的时候我就告诉你。先给我点空间好不好呀？小气，走慢点啊，曼娜。我们家曼娜呀，就是心太高。这次要不是我这个当妈妈的苦口婆心的劝她，她才不会答应跟人家通信呢。胭脂，
你男朋友呢？我还没有呢。是吗？那你妈也不着急替你找一个？我妈才不管我呢，我自己找。伯母，你看，曼娜都谈上了。哎呀，我得赶紧把这信封给她送过去，别丢了。你看多好看的邮票啊！哎呦，我刚才太不小心了，怎么把水壶放在上面了呢？看别弄脏了呀。这个又不是纪念邮票。航空邮票我也喜欢呀。想不到伯母还有集邮的爱好。爱好倒是谈不上，我是兴之所至。好了。给他送去吧。好，我等你回来。不多说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您的药熬好了，柳妈，你看见有人过去吗？没有啊。好，你进来吧。安娜，你的信封，啊，邮票被伯母拿走了。他拿邮票干什么？伯母不是集邮吗？他哪喜欢集邮？是我爸喜欢集邮，每次不管什么信，他都把邮票捡走，都寄好几本了。你是不是要给你那位回信呀？我帮你参谋参谋。你想干嘛？我帮你看看呀。这男人最喜欢甜言蜜语了，你得学会分辨。哪句话是真的？哪句话说出来就是哄你、骗你开心的？曼娜，别这么小气嘛！要不你跟我透露一点他的情况，比如说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嗯，燕子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比我对他还感兴趣？因为你是我朋友啊，当然要关心你了。那是疯子兄的车吗？是。他怎么回来这么早？影子说什么？你说，如果我们帮日本人抓到一条大鱼，我是说最大的鱼。最大的鱼？谁呀？是蒋？是真的吗？影子得到的确切消息，老蒋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，准备搭乘英国使馆的汽车。从南京来到上海亲自督战，老蒋也耍起了瞒天破海的把戏，要马上通知情报。我去叫刘副官啊。好。朱总，
叮当好，路上要当心。处座放心。刘副官。哎，大小姐，给司令办点事儿。刘副官今天蛮帅气的嘛。胭脂小姐过奖了，属下不过是个跑腿的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曼娜，嗯，刘副官拿的那只手杖，好像冯伯伯也有一只吧？那就是我爸的，他总是喜欢拿着我爸的手杖出去出风头。胭脂，你还没好啊？哎，你在干嘛呢？那么久。我冲个澡，马上就好。大白天的冲澡。曼娜，你好啦？啊，好了好了，你用吧。胭脂，你这搞的什么名堂？这是美容的新秘方，你不知道啊？用柠檬美容。我告诉你啊，把柠檬汁涂到脸上，保证你的皮肤又白又嫩。不信你试试。你试吧啊，都给你，你慢慢试啊。洗个澡吗？把飞机给我，不给，只给我剪刀。我跟你换，给我飞机，我给你荔枝，好不好？走了。哎，拿了荔枝不买了。胭脂。你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呀。没干嘛，你紧张什么？我有什么好紧张的？看的什么呀？怎么没看什么呀？我给你扒个荔枝吃。
你们两个人先吃啊。嗯。尤妈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买荔枝的时候多找了我1块钱，您能帮我把它还给水果店的老板吗？好的，燕芝小姐，你真是好心，这1块钱还还给人家，我这就去啊。谢谢刘妈。没事，找事。哪有？本来就是嘛，一天到晚惦记那家水果店，吃完荔枝吃柠檬。那家水果店在我家楼下开很多年了，老板很帅吗？我去瞧瞧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我以后不去买了，就让刘妈去买就好了嘛。一天到晚你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？我们家客人在这儿买水果啊，他说您多找了他1块钱。谢谢谢谢。你先忙啊。哎，再来买水果啊。哎，队长，他还是挺聪明的。跟人借个火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都没有。这个人啊，很有问题。来杯咖啡，谢谢。一直一个人坐着，在那写写算算，不知道写什么，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。结账。结账。已经查清楚了，那个接头的叫渡边一郎，是鬼子特高课侦察股股长。这回多亏了胭脂的情报，要不然咱们还猜不透这拐杖里的秘密。这孩子是个人才，一定要为我所用，不然不堪设想。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继续监控，收集证据。总部正在部署一个行动，要把军事委员会的内鬼给挖出来，要我们全力配合。是是。情報は入りました。
渡辺君、新たな歴史が開かれた時だ。戦争は間もなく終結を迎えるだろう。老蒋没有在英国使馆的车队里，这是青木科长送来的紧急通报。肯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岔子。在哪儿啊？楚总，会不会临时改变了主意？您看，堂堂一国元首躲在他国大使馆车队抵达前线指挥战斗，这说出去也太没有面子了。依属下看，既然是虚惊一场，那咱们也别自己吓了自己，按兵不动。该怎么着，还是怎么着。英国大使馆的车队在从南京到上海的路上，遭到日军飞机的扫射和轰炸。你知道，本来是哪个重要人物要搭乘这趟车？蒋委员长。他们要对领袖下手。只可惜呀，他们上当了。这个车队是我们冒充的。虽然有些人员伤亡，但是我们让冯子雄的情报来源彻底暴露了，就在军事委员会内部，和上次窃取秘密封锁长江计划的是同一个人。清剿影子的网正在慢慢拉开，潜伏在军事委员会里的地下党员周宇浩还毫无察觉，此刻他正要去执行上级交给的一项特殊任务。先生，你需要点什么？我等人。好的。现在刻不容缓，必须马上干掉机要处的林生。这应该是行动组的工作。行动组能完成，不会动用你。我会暴露的。不会。五个小时之后，你到蓝山西餐厅，有人会来接应你，他会帮你安排好一切。那暗号是什么？来得好早，我喜欢这家的细冷牛排，还有蘑菇汤。两位慢用。吃完饭九点钟，我们到爱丽丝舞厅。晚上有个美国人的答谢会。我负责把你带进会场，提供武器。你等铃声开始跳舞的时候，就在舞池里动手。完事之后，从舞厅左侧的佣人通道离开，我会掩护你撤退。记住，不要吃太多，小心跑不动路。也许根本用不着跑。不，你一定能够跑掉。我们还有撤退的 B 计划。你好，请接受检查。啊，请进吧。你好，请接受检查。来来来，你也来啦！好久不见啊。我去补个妆。林处长。林处长好。林处长好。林处长好。好。
开心吗？嗯。不许动！不许动！都不许动！今日检查，把音乐关了，结束检查。打扰了各位的雅兴，这是国防部的首令，敌方的特务今天混在我们的舞会里面，准备进行破坏活动。请大家按男女分开站好，各自带好自己的包，接受检查。我来是保证各位安全的。走。没事，别害怕。把手枪放进马桶水箱里，换件衣服躺下，省得他们一会儿来查房露出马脚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已经死了。你不会死的，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你，替你去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需要知道吗？
曼娜，没什么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干嘛这么着急呀？你不是喜欢在我家待着吗？我是喜欢在家待着呀。你明天再来。如果让你留下来陪我，你愿意吗？我什么都没带啊。就是让你留下来陪我。曼娜，你干嘛？你吓的！我就是想让你留下来陪我，然后我们商量商量怎么为抗战出力。我们组这个演出队怎么样？演出队啊，我们可以到街头去演出，鼓舞士气，还可以组织募捐什么的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现在呢，给你妈妈打电话去。走吧。通了通了通了。喂，妈，我今天晚上就在曼娜家住了，啊，没什么事儿，真没事儿，是曼娜。我来说，伯母啊，胭脂今天就不回去了，不，多住几天呀，是不是胭脂？对。我们可好了，您说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哪有时间这样天天腻乎在一块儿啊？是是是是，在我们家您就放心吧，天天吃巧克力蛋糕，不会微胖的。胭脂就算胖了也好看，胭脂怎么着都好看。是伯母啊。